捍卫宇宙和平的蒙骑士团，幻之星、月之星、炎之星、智之星、石之星，坚持到底，展开为正义奋斗的神圣使命。抬头就是阳光，世界充满希望，用武器打败悲伤，携手一起去闯。不要像别人一样在意这么想，拒绝让恐惧阻挡乘风破浪，挥舞勇敢影响朝阳，自由去飞翔，快乐找到新的方向，朋友一起去闯，追逐来 Quantum 绝对不放，组长全部的能量通通都会被我抢来。阴森女王为什么急得要我心呢？大甜甜老师还是怪怪的，爱心光波，难道真的？这个给你，你被阴森女王夺走的记忆。这是我的通道。哎，同学，你想太多咯，我们要准备开始上课。阴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的，今天阴森学员要学的就是谁可以成为阴森骑士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谁想要成为那什么阴森骑士啊？助教，在今天的课程里，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阴森骑士，如果不愿意配合的话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没错，其实呢，要成为阴森骑士最重要的要点就是要坏，很坏，坏上加坏，坏到不能再坏。没有人想要当什么阴森骑士，你们不要再白费力气了。萝卜糕校长跟其他蒙骑士很快就追过来，到时候你就没戏唱了。闭嘴，闭嘴，闭嘴！就说过上课的时候不可以讲话啊，这样很没有礼貌哎。而且你们问问题都没有举手，这让我非常的不高兴。你们好好用脑子想一想，以现在的蒙学员，谁打得过我啊？哼！其实你们应该要好好的感谢我，因为我给你们这个机会，来我的阴森学员好好的恶补一下，学习当一个坏蛋。要是谁没有表现得很好的话，有可能都活不过今天。哼，等到蒙学员的人打过去，阴森女王，你就等着被我篡位吧。快完成了，等阴森女王把蒙学员打垮，我就用这个改造的清洁兽把符能都抢走，占领蒙学员，当我们极光族的家。联络极光族。联络谁啊？偷偷摸摸的，再怎么联络也没有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极光族早就被阴森女王控制了，这些源源不绝的符能都是你们极光族提供的。可恶，你们到底做什么？等阴森女王被打败，我在这边就可以当王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归顺于我。
难道我们极光族就是你们的奴隶吗？极力十色，快住！枯萎树，天气，打爆极光菇啦！确定你要攻击我？首先，我要严格的控管战情室，所有的传输都必须受到控制。蒙学院只是大家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，我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那接下来就是记忆珍珠的事了。这个记忆珍珠啊，听起来有一点像是陷阱啊。所以那个，大田老师啊，你要不要就不要？虽然说它有可能是陷阱，但是也有可能是极为重要的线索啊。我决定了，怕如果我真的又被阴森女王控制的话，请你一定要阻止我。我知道你一定不忍心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再一次的伤害蒙学园，甚至是你们。可是，所以我一定要试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被阴森女王所控制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？你可以。既然你同意，那就好办。哎，那萝卜糕校长以及各位同学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如果说大田老师他被阴森女王所控制的话，就请你们拿出你们最强力的魔法，对他实施最强力的攻击！攻击！攻击！啊！攻击的也太强了吧，这样会痛哎。可不可以用捆捆束缚咒就好了啦？还好你提醒我，对，我们可以用那个捆捆束缚咒嘛。既然大家都同意的话，去不要拖时间了，我们赶快进行。想起来嘛，你干嘛笑啊？人家开心不行哦。你开，因为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阴森女王的弱点了。那阴森女王的弱点到底是什么？弱点就是，可不可以先帮我松开呀？的弱点就是他的生命能量已经越来越弱了，所以每天啊都必须靠着吸收符能才能恢复。吸收符能才能恢复。我懂了，也就是说符能的力量不足以弥补他消耗的能量，所以他需要五星啊。没错，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弱点，我们只要想办法让他不夺走五星，而且不能继续吸收符能，我们就有绝对的胜算。对了，阿法跟我说，夜王他们跟阴森女王现在都在魔幻空间里，
就是缥缈空间。可是这阿法所说的会不会是个陷阱啊？不能管这么多了，大家，我看我们得走一趟缥缈空间，跟阴森女王正面对决，救回蒙学院的所有的同学。是。曾经，我被暗黑大帝背叛过，被背叛的心情很痛苦，很不堪。非常容易引发人心中黑暗的部分，所以现在你用魔法攻击他们三个人之中你最讨厌的那个人。你，我们三个都是夜晚的好朋友，他才不会攻击我们，是吗？那我们来看一看燕王同学的表现会不会真的像女同学你相信的这样，好不好？燕王，你可恶！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。燕王，你不可以攻击陶喜儿。快！攻击你最讨厌的人！可恶！快！攻击你最讨厌的人！可恶！我承认我有控制你，不过选择你最讨厌的人，而且攻击他的那个人是你耶。就算我控制你，你也不能否认这是你做的决定啊。我只是给你一个机会，表现出你黑暗的那一面而已。真是太好玩了，你们现在啊都离阴森骑士越来越近，不过离蒙骑士的身份越来越远了。算了，我放弃了。我们极光族天生就是要被人家糟蹋，生出来就是要帮人家做事，不管多么努力都没有用。福能啊，它是一个极端的能量，可以拿来助人，也可以成为伤人的武器。老师，极光石器在哪里？妈呀！我们极光族只想得到一个应有的尊重，跟一个安身立命的星球，就这样。不要看我妈，因为她就是福能外星的女生。要是我们有自己的星球，我们就可以隐居，不管其他族的纷争，不是吗？说过的，我们极光族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星球。以前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才对，可是现在我懂。
不是我们不惹麻烦，麻烦就不会来找我们。我们一直退让，结果还是一直被别人欺负。玛雅，我知道你很难过，但是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会帮你的。我会帮你让杰西恢复，我会帮你找到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退让了，为了我们的朋友，为了极光族，你也不能放弃。我认识的杰西是不会这样轻言放弃的，对吧？我只是想要我们极光族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勇敢争取自己想要的，不要什么都是靠别人。我现在也和你一样，很想找到属于极光族的地方，一个可以拥有生活的地方。没用的，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我们极光族的人都被阴森女王给控制，都是我太天真。从黑魔王到阴森女王，我好想达诺长老，我真的好想达诺长老，我好想。亲口跟他说声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也很想达诺长老，所以我们更不能放弃啊！我们一定可以想到办法的。上次在蒙学园见到欧趴，他给了我很大的勇气，我相信他可以帮我们的。达诺长老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一定有人可以帮助我们的。我相信欧趴，我想要努力，我想要变得更坚强。喜欢玛雅，玛雅她救过我两次，现在她遭遇这么大的困难，我只知道我绝对没有办法不管她。我苏丽叶，你还好吗？看起来心情不是很好。我很担心陶雪儿他们。我知道罗浮高校长他们已经准备前往缥缈空间，我相信他们会没事的。希望他们可以安全回来。你拿好多东西哦，是在帮他们去缥缈空间做准备吗？不是哎，这些东西是……其实我想要改造极光之地，让极光族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。极光之地，那可以改造吗？我也不太确定哎，我一直在思考极光族到底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我想，应该就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有归属感的地方吧。如果成功了，极光族的人一定会很开心，也很感谢你，特别是玛雅。
其实我做这些事情，除了感谢极光族救回我的生命之外，有一部分也是为了我自己。为了你？自从我失去攻击性魔法之后，我就成为其他蒙骑士要保护我对象。其实我心情蛮低落的，我不想要成为会拖累大家的蒙骑士。欧巴，但我不会像以前一样，因为这样就气馁或自己躲起来难过。所以我想到了极光之地重建计划，这是我能做的，也是我想要做的。我希望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嗯，我也想帮忙，希望可以快点救回玛雅还有杰西，等他们来到蒙学园，可以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。嗯，其实除了担心他们，我也有点担心你。担心我？因为上次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，我希望你记得，我们会是永远的好朋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就像我相信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会支持我一样。就像你说过的，一切都会好转的。没错，只要有信心，一切都会好转。弟弟呢？我只是想跟弟弟娜过着和平的日子，为什么这么难？很好，刚刚这个背叛的练习呢，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的好，所以现在要上第二课，就是复仇。老师要教你们学会享受复仇，以及爱上复仇的刺激跟快感。啊，先让我帮你补充一点暗黑能量吧。你到底想怎样啊？难道你受伤？你快点住手！迪迪卡，你怎么了？你们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啊？我是在救他哎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们刚刚哦都轮流这样子攻击他，他就算不死啊，也只剩半条命了啦。我的暗黑能量不但能够帮他补充体力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会表现出你们从来都没有看过的黑暗的那一面。迪迪卡，走开！你走开！我跟你们一起被抓进来，却一直被你们攻击。当初我妹妹被抓，你们没有人愿意帮我，我恨你们。迪迪卡，是的。非常好，表现得很好。来，过来这边，你们通通到那边去。好，现在呢，复仇的随堂测验，我决定给你一个机会。刚刚哦，那个燕王同学啊，不管你已经受了重伤，哎，还拼命的攻击你。现在呢，你可以对他复仇。赤影之，等一下。年轻人不要这么冲动嘛，我话还没有讲完，我要你攻击的是燕王旁边的女同学。不行，你要打就冲着我来，你不要再伤害其他人了。哇，其实我只是随便猜一猜，哎，没想到居然被我猜中了。你很在乎他哈，真是太好了。要我告诉你哦，复仇的最高指导原则啊，不要伤害一个人让他痛苦，就是要伤害他最在乎的那个人。所以你知道了吧？攻击女生。赤影，迪卡，如果你要打的话，就打我。到底关你什么事啊？没有人在乎你哎。
你到旁边给我站好，通通不准乱动。哎，好好表现哦。嗯，弟弟卡，弟弟卡，弟卡不行，弟卡不行，我要报仇，我要离开这里。弟弟啊，等我。弟弟卡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小雪，小雪，可恶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为什么？很痛苦吗？很难过吧？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我喜欢呢。啊！哈主任，我在这里以蒙学院校长的身份，正式的委任你，成为第38次的代理校长。上。咦，这句话好像似曾相识啊！当初费斯特校长他也跟我说过，可是他一说完。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。帕主任，我必须很残酷的打断你甜蜜的幻想，我会回来。不要吧。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回来，所以在这个期间，请你好好的当，专心的当代理校长，而且蒙勋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好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谢谢。等一下。艾瑞克。你要行，冲恩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是。好了，你们可以出发了。出发吧。第一课。各位同学，现在是最后一堂课了。只要能通过这个测试呢，你们就有人可以当我的阴森骑士哦，枯萎藤蔓。各位同学，要当一个成功的坏蛋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够自私，够狠心，要为达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。你不会得逞的，我们一定会跟你分战到底。你到底凭什么说你们四个人都有能力奋战到底？哼，笑死你！你保住我们也没有用，就算牺牲生命，我们也会跟你对抗到底。对，我知道你们呢最喜欢牺牲生命，但是这个测验不是牺牲生命就可以过关的。助教。最后一堂课，谁可以成为阴森骑士？只要你们其中一个人说出“我想自己逃走”，就可以顺利的解开枯萎藤蔓，离开魔幻空间，而另外三个人就会中枯萎藤蔓毒而死去。如果都没有人说出“我想自己逃走”，那么时间一到，你们四个人就会一起中毒，去共赴黄泉。听清楚了吧？这不是一个牺牲自己性命就可以救别人的游戏，而是一定要自私自利才能保住自己性命的测验。各位阴森骑士，加油！我等着看你们的表现。嗯，真是太好玩了，操弄人心啊，这是最有趣的一件事。等他们这次自相残杀之后呢，颜之星就不可能出现啦。注意，这只星月之星出现在缥缈空间。我们前进的方位。是对的吗？按照我们的推断，应该不会错。
大家要小心，阴线女王随时会出现。不知道燕王跟桃贤那边状况怎么样？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，也只能前进。好，走。看起来差不多是时候。阿法，是女王。既然这次机会这么好，智之星跟月之星通通都来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客气呀，把他们通通抓起来好了。现在你就带这两个不是非常有用的帮手，一起去把两星的能量抢回来。女王，靠我跟他们两个，可能没有办法。女王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用。哼，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诚心的求我，那我就给你一点藤蔓毒的力量，这样子你使用枯萎术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攻击力。谢谢女王。嗯，去吧。你们两个跟我走。这里是哪里呀？跟我走就对了。你确定吗？玛雅，你上次掉到飘渺空间后来是怎么回去的？是阴森女王的藤蔓把我抓回去的。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了，我看啊，我们不靠女王藤蔓是回不去的。杰西说的没错，在飘渺空间根本就搞不清楚方向。女王派我来，难道是？所以现在你要怎么走？现在枯叶印记，跟着枯叶印记走，你们就会找到蒙学园的人。是女王。记住，找到以后一定要把智之星和月之星带回来。是。哎，你在想什么？不快点跟着印记走，等一下我们会迷路了。跟我走。在我背后搞鬼，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哼！弄个假的记忆珍珠就想骗过我。阿法，你这么喜欢接近那些蒙学园的人，那我就让你去送死，顺便帮我把两星的能量通通抢回来。已经走了好一阵子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发现？这种时候，我们该要提高警觉啊！飘渺空间变幻不定，现在虽然风平浪静，但下一秒就不一定了。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大风大浪，我们也只能跟着定位器走。我觉得现在的磁场好像有点不寻常。二哥，你一说，我也感觉有点不正。磁场风暴，大家把手握紧。我觉得现在的磁场好像有点不寻常。二哥，你一说，我也感觉有点不正。磁场风暴，大家把手握紧。风停了，大家小心。所有人保持备战状态，不晓得这阴森女王还会出什么怪招。走。伊迪卡，陶喜儿，你们撑住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啊！这个枯萎藤蔓完全动不了，怎么办呢？你们快走，不要管我。你们都是我最在乎的人，我要你们没事，快走。陶喜儿，
你不要这样子说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对，一定有办法的。灵火幽冥，烈火冲天。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不怪你。如果我把我的十卷石吹动到最大，或许就可以救他们了。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如果我死了，弟弟那就一个人了。迪卡，迪卡，你不要这样想，你只是受暗黑能量的控制啊！不要这样想，你们要留，你们自己留。我要走，迪卡，我要走。迪卡，不行，不行，我想要自己逃走。牺牲我一个人，也可以救你们大家。我死而无憾。出不去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这些夸客人真的很可笑，以为乖乖照我的话去做，就真的能离开吗？阴森女王，你刚刚呢，只不过是耍你们，我就是说谎嘛，怎么样？你们这几个，谁知道哪一个人会变成颜之星啊？一个都别想给我离开！太可恶了，你到底想干嘛？哼！全部都中我的藤蔓毒吧！完蛋了，应该是出不去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哼，全部都中我的藤蔓毒吧！
应该是出不去了。沙发，我还想说平生女王出什么怪招了，看来我是想太多了，不过就是个没用的卧底罢了。你说谁没用？阿发，你是打不过我们的，快点带我去找平生女王。你们两个去前面。你这么厉害，干嘛叫我们去前面当挡箭牌啊？女王，利用无辜的人当挡箭牌，实在太卑鄙了。不能让他杰西跟玛雅，这样怎么攻击呢？同恩，米亚辛想办法牵制他们，我跟艾瑞克找时间保住他。阿法，你在等什么？现在就给我抓住智之星和月之星。是，女王，攻击！指令不上，指令不上，真心不，真心在，摸尾他们。是，我要解开，我只清楚。没有，杀了真心啊！糟糕，看来藤蔓手会越缠越紧。你们不用再忙了，这根本就没有办法。阿法，你真以为我这么容易就会让你使用我的能力吗？当然要带一点保险，藤蔓毒了，一旦你使用了我的能力，毒素就会侵略到你的身体里面，这就是你背叛的下场。你莫言去暗黑大业，你才是背叛的王。他怎么了？好像是中毒了吧。校长，快解开藤蔓吧。我们一起合力数到三，一二三，魔磁牵引术。快点激光。怎么会这样？再不解开，他们要窒息了。藤蔓是不能做的。啊？把符能吸收掉，就可以解开了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此你要我死，我也不会让他身心如意的。啊！杰西玛雅，请你们赶快把藤蔓上的符能吸收掉吧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可是再不动就来不及了。杰西玛雅，拜托你们。可恶的阿法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出卖我！逆身女王，你们在干嘛？想要造反呢、啊？两个叛徒，闪到旁边去！哇，你就是久仰大名的萝卜头校长啊！哎呀，对呀、啊。什么萝卜头？是萝卜高校长，好不好？我还以为医生女王是什么样的角色，原来是不识字的人。我是故意讲错的，这是开玩笑的。不好笑！你干嘛这么没有幽默感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懒得跟你啰嗦。赶快叫智之星跟月之星把能量给我。没有办法，魔磁牵引术。枯萎术。快点激光！枯萎术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想办法控制住医生女王，不然我没有办法解开他们的藤蔓。合力攻击吧。嗯。魔磁牵引术。快点激光！枯萎藤蔓。
怎么样？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想到一阵女王的能量这么强，那要多谢你们颜之星的能量啊！等一下，再让我得到另外两星能量以后，我会让你们看看我的能力还能多强。少废话，有办法，自己来抢。像你这样的人，五星的能量是绝对不可能属于你的。破天机过，我可全力输。韦恩曼。你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我得到两星的能量，还是给你交出来了。你休息。我不要睡着。你亚星，快快醒醒啊！哇，两个都昏倒了，真的没有想到，怎么会这么简单呢？哎，我实在太强。害我现在觉得有点无聊了。一定是刚才的毒藤蔓，让我们都中毒了。启动结界，是。我们感应到达奴长老的能量了。啊！就在清洁溜溜。达奴长老，达奴长老，你们快看，极光封印干掉了。怎么可能？糖罐子里的惊喜，有点酸，又有点甜蜜，那是。声音